两三米，你这滚到出不去这帮铁皮，看了吧，你头尾温差太大。就是现在他那上面控制速度的，现在就控制这个什么了，就控制这个温度了。你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内部闭环控制的还是？不是，现在和咱们那联网。你联网它只是一个数据交换和要不然和那什么。